第八百三十三集。冬季十月，前秦,秦王苻坚到邺城，在西山打猎，竟然十多天还流连忘返，不肯回去。乐关王洛勒住马劝谏说：“陛下是百姓们的依托，如今去打猎这么久还不回去，一旦出现什么不测，让太后和天下人怎么办呢？”因此，苻坚停止打猎。 回到了王宫，王猛接着金言说：“打猎确实不是当务之急，王洛的话千万不可忘记啊。苻坚赏赐王洛一百匹帛，授予关真左右的官职。从此以后就不再打猎了。大司马桓温依仗他的才能、地位和声望，暗中怀有背叛皇帝的危险想法。他曾经扶枕慨叹说。 男子汉不能流芳百世，也应当遗臭万年。当时有个方术之士，名字叫做杜炯，他能预测人的贵贱。桓温问他自己的官位能到什么地步，杜炯说：“明公的功勋举世无双，官位能到大臣的顶峰。”桓温听了之后很不高兴。 桓温想先在和硕建立战功，以此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声望。回来后，接受了加九锡的礼遇。等到他在方头失败后，他的威赫名声跌落下来，陷于困顿的境地之中，遭受了挫折。在攻克寿春后，桓温对参军持超说：“这是一个巨大的耻辱吗？”持超说：“不是。”过了许久。 赤超到桓温的住所留宿，半夜时分对桓温说：“明公在这里没有考虑过什么吗？”桓温说：“你是有话想对我说吗？”赤超说：“明公承担着天下的重任，如今已经六十高龄，却在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中失败了。” 如果不建立非常了不起的功勋，就不足以镇服百姓，就不足以满足百姓的愿望。桓文说：“那么该怎么办呢？”赤超说：“明公不干伊尹放逐太甲、霍光废黜昌邑王那样的事情，就无法建立大的威势与权力，就无法镇服四海。” 桓温历来怀有死心呢、啊，对支超所说深以为然，于是就和他商定计议。考虑到海西宫平素谨慎小心，没有什么过错，而利用床第之事，则容易对他进行诬陷，于是就说：“皇上早就患有阳痿，宠臣向龙、季好、朱灵宝等参与服侍起居床第之事。” 跟田氏、孟氏两位美人生下三个儿子，将要设立太子，赐封王位，转移皇上的基业，并把这话秘密地传播到民间。当时的人们都无法辨别真假。十一月初九，桓温准备从广陵返回姑熟，驻扎在白石。十三日抵达建康，含蓄地劝说楚太后。 请求废除皇帝司马懿，立丞相会稽王司马昱，同时还草拟了诏令，进城给楚太后。太后正在佛室烧香，内侍报告说，外边有紧急奏章。楚太后出来，倚着门看奏章，刚看了几行字就说：“我自己本来就怀疑是这样。”看了一半就停了下来，向内侍要来笔，在奏章上加上了这样的话。 我不幸遭受了种种忧患，想到死去的和活着的人，我心如刀绞。十五日，桓温把百官召集到朝堂。废立皇帝既然是历代所没有过的事，所以没有人知道过去的点则，百官们都震惊恐惧，桓温也神色紧张，不知该怎么办。尚书左仆射王彪之知道。 事情不能半途而废，就对桓温说：“您废立皇帝，应当效法前代的成规。”于是就命令人取来《汉书·霍光传》。这下子，决一制很快就决定了下来。王彪之身穿朝服，面向朝廷，神色沉着，毫无惧色。文武仪规典则，全都由他决定，因此朝廷百官顺服了他。 于是就宣布太后的诏令，废黜废帝司马懿为东海王，安排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司马昱继承皇位。百官进入太极前殿，桓温让都护竺瑶、散骑侍郎刘亨收取了废帝的印玺绶带。司马懿戴着白色便帽，身穿大臣的仅次于朝服的盛装，走下西堂。 乘着牛车出了神户门，群臣叩拜辞别，没有谁不哽咽的。侍御史殿中见带领一百多名卫兵，把他送到东海王的宅地。桓温率领百官准备好皇帝的车程，到会稽王的府地去迎接会稽王司马昱。会稽王在朝堂更换了服装，戴着平顶的头巾，穿着单衣，面朝东方流涕叩拜。 接受了印玺绶带。这天，会稽王司马昱即皇帝位，改年号为咸安。桓温临时住在中堂，分派兵力屯驻守卫。桓温的脚有毛病，简文帝诏令可以让他乘车进入殿堂。桓温事先准备好辞章，想陈述他废黜司马懿的本意。简文帝引荐，一见他。 便流下了眼泪，但桓温战战兢兢，始终没能说出一句话来。太宰武陵王司马喜好习武练兵，桓温十分记恨他，想废除他，就把此事告诉了王彪之。王彪之说：“武陵王是皇室的亲族尊者，没有明显的罪过，不能因为自己的猜忌就随便废除他。” 您要建立贤明的君主，应当尊崇辅佐王室，与伊尹、周公具有同样的美德。这件大事应该再仔细考虑一下。桓温说：“这是我已经决定了的事情，你不要再说了。”二十一日，桓温进上表彰，司马收罗招纳一些举止轻浮的人，儿子司马宗自负残忍。 元真叛逆，事情与他有所牵连。近来他猜疑恐惧，将会成为祸乱的缘由。请求免除司马的官职，让他按照王的身份返回藩地。建文帝同意了，同时还免除司马的世子司马宗、梁王司马等人的官职。桓温让魏郡太守毛安之率领所统领的军队宿卫宫室。毛安之是毛虎生的弟弟。 十六日，尊奉楚太后为崇德太后。当初，殷浩去世的时候，大司马桓温派人送信吊唁他。殷浩的儿子殷娟没有答复，也没有到桓温那里去，而是与武陵王司马游玩。广州刺史庚余运是庚希的弟弟，一直和桓温有隔阂。 桓温非常讨厌殷娟和余韵宗族的强大，想要灭掉他们。十七日，桓温派他的弟弟桓密逼迫新蔡王司马晃到西唐去叩头自述，称与司马及他的儿子司马宗、著作郎殷娟、太宰长史余倩、院曹秀、舍人刘强、散骑长侍余柔等人秘密地搞反叛。 简文帝面对他流下了眼泪，桓温把他们全都抓起来送交廷尉。于谦、于柔都是于韵的弟弟。十九日，桓温杀掉了东海王司马懿的三个儿子和他们的母亲。二十九日，御史中丞乔王司马田秉承了桓温的旨意，请求依据法律。简文帝下达诏书说：“我感到悲痛、惋惜、惊恐、不安。” 不忍心耳闻，何况是诉说呢？再仔细商议一下吧。司马迁是司马的孙子。二十一日，桓温再次进上表彰，坚决请求杀掉司马，言辞非常的激烈恳切。建文帝于是就亲手写下诏令，赐予桓温说：“如果晋王朝的神灵悠长，你就不必请示，遵奉执行以前的诏令。” 如果晋王朝的大运已去，我就请求避让贤人晋升之路。桓温看了以后惊慌失色，汗流满面，于是就奏请废黜司马懿他的三个儿子，将其家人全部迁徙到新安郡。二十二日，废黜新蔡王司马荒为庶人，将他迁徙到衡阳。殷娟、于倩、曹秀、刘,秀刘强、于柔全都被满门诛杀。 于韵服毒而死。于韵的哥哥东阳太守于友的儿媳是桓获的女儿，所以桓温特别的赦免了他。于熙听说了这桩灾难，与弟弟会稽参军于淼及儿子于幽之逃到了海陵的胡泽之中。桓温诛杀了殷和于等人之后，威势显赫至极。 事中，谢安看见桓温在很远的地方，就开始叩拜。桓温吃惊地说：“哎，谢安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”谢安说：“没有君主叩拜于前，臣下拱手还礼于后的。”二十四日，东晋实行大赦，为文武官员增加品位两等。二十五日，桓温到白石上书请求归还孤熟。 二十六日，建文帝下达诏令，晋升桓温为丞相，大司马职位则仍旧。他留在京师辅佐朝政。桓温固执的辞让，请求回到镇所。二十七日，桓温从白石返回姑蜀。